别吃我头发。完蛋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我身上都是脏的。你这个月有没有和佟家人讲话？有啊，只不过都是工作上的借口。不是借口，那你们以前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知道我要为什么？知道。那以后也不需要。以后也不会有。还任何人都不准。跟任何人都不会有。要是先走的话，你就委屈一下，下辈子我再补偿。补偿什么？做你老婆啊。下辈子表现好的话，还有下下辈子。知道你是唯物主义，不乐意答应。我答应你。再说一遍。我答应你。这么睡，翻身会不会不舒服？别吃我头发。完蛋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尽的手。